在本世代的四台新主机中 PlayStation 5和 Xbox Series X 我们都已经聊过了。 PlayStation 这边出了一台无光驱便宜800块其余都一模一样的 PS5 数字版，而 Xbox 这边呢出了一台也没有光驱便宜1500块其余地方都完全不一样的 Xbox Series S， 非常有趣。 Power your dreams。小巧，很漂亮啊，这个很漂亮，电源的口有一个 storage expansion 扩展存储 HDMI 2.1， 然后这是两个 USB 加上一根网线口啊，这边还有一个 USB。Xbox Series X 真 4K 60fps 光追 SSD， 继承了 Xbox One X 有史以来最强的游戏主机的名号。 Xbox Series S 作为本世代最便宜的主机，微软给它的定位就是从老大的 4K 分辨率降到 1440p， 其余的完全相同，一样的60帧，一样的光追，一样的超高速 SSD， 一样的套娃菜单，一样的 Quick Resume 快速恢复功能，支持完全相同的游戏阵容，包括向下兼容，完全一样的功能，只有分辨率不同。听着蛮棒的耶，如果没有 4K 电视的话，那是不是就应该闭眼选择 Xbox Series S， 对不对？如果我们看纸面的硬件差别， Series S 和 X 有完全相同的8核 Zen 2 CPU， 没了 4K 蓝光光驱， GPU 的计算单元从52个降到了20个，一半不到。如果看表示性能的单位 Teraflops， S 只有 X 33%的性能，这些都算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上限就是 1440p， 相比 4K 只有 44% 的像素需要渲染，差一点，但是差不太多。相比之下，内存的减少就让人有一些意外了，从 Series X 的 16GB 降到了 10GB， 内存的带宽也降低了一半多，然后 SSD 的大小可用空间从 802GB 降到了 364GB， 这一刀砍下去可能就真的决定了谁才是真正适合 Series S 的用户。走，我们实际体验一下。国行 Xbox 留学特别容易，一个 U 盘就能搞定。我第一趟留学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意外，后来发现是 U 盘的问题，换了一个小一点的 USB 2.0 U 盘就解决了，然后你就可以登录你的账号，在 Xbox Game Pass 的海洋里随便遨游了。到现在全球发售已经过去8个月了，为 Series 主机优化过的游戏名单已经有这么长。不得不说一下 XGP Ultimate， 简直是性价比炸弹。 Game Pass 是微软的游戏订阅服务，我买回来 Xbox 已经在上面玩了好几个我可能原来首发并不会单独买但是后面可能会有点想玩的游戏，比如这个如龙七。之前 EA Play 并入了 XGPU， 我玩了星战绝地陨落的武士团，然后微软又买了 Bethesda， 又在 XGPU 上可以玩 Doom 永恒和耻辱。这些不是什么独立游戏套装，一个个都是全价好几百的大游戏，玩了几个就会回本。 E3 上微软又公布了一大批首日会进入 XGP 的游戏，感觉买 XGP 和白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如果我们主要看微软第一方的游戏，会发现在优化比较好的时候， Series S 维持一个很稳定的 1080p60帧没什么问题，因为画质的设置几乎一样。地平线4和星战绝地两个游戏在 Series S 上的画面表现相当不错，直觉上唯一的差别可能只是画面稍微柔和一点，没有 Series X 那么锐利，如果是视距比较远的话估计感受不会很明显，但画质比如阴影啊贴图啊这些还是很跟得上的。像 Ori 2在 Series X 上可以玩 4K120 帧，在 Series S 上也能有 4K60 完全够用。但是优化不好的时候呢，在一些原本就对性能要求比较高的第三方游戏， Series S 内存和内存带宽阉割的一些限制就体现出来了。更大型的开放世界游戏里，比如地铁离乡升级版， Series S 的渲染距离要近很多，近到这些画面里的草就在你的面前刷新，还是挺出戏的。当然地铁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这也是 Series S 一个潜在的问题，因为 X 才是他们优化游戏性能的标杆。除了微软第一方对 S 的优化很用心，第三方的游戏就要看开发者有多重视这个小跟班，你在买回来运行之前是很难确定开发者对 Series S 的态度和优先级是怎样的。除了分辨率这个大家都有心理准备的降级，可能还会遇到其他功能的缺失，比如虽然理论上 Series S 支持光追，但鬼泣5的 Series
其实 CS 版就没有光追的模式。把纸面数据和游戏体验结合在一起看，差不多就可以看到 Xbox Series X 的全貌了。上世代两台主机 Xbox One X 进化成了 Series X， One S 进化成了 Series S。 就图形性能来说，如果只看纸面上的 Teraflops 数字， Series S 的性能其实更接近于 One X， One X 是 6， Series S 是 4，One X 还强一点，不过跨世代的东西是不能够这样比的。 Series S 用的是全新的 AMD RDNA 2架构，效率高很多，而且对 One X 来说，很多游戏并不是 GPU 不够强，而是被孱弱的 CPU 狠狠地卡了脖子。赛博朋克2077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Series S 能维持一个非常稳定的 1080p 30帧，比 One X 顺滑很多，还有 SSD 的提升也不容忽视。 One X 还是一个很老旧的机械硬盘，读写速度的提升带来的读盘加速比任何画质啊分辨率体感要更加明显，节约了时间就等于节约了金钱。而且 Series S 和 One X 在价格上现在也更接近一些， One X 和 PS4 Pro 目前这个二手价格应该是在1600块钱左右。如果你是在这两者中间摇摆不定的话，那我建议还是直接选择 Series S， 绝对错不了啊，前提就是得买得到。不过呢， Series S 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512GB 的存储，刨除系统占用只有 364GB 不到，一个 3A 游戏平均 60GB 很快就会满，然后要开始删。如果舍不得删的游戏比较多，比如地平线4这种偶尔想拿出来玩的游戏，可能就只有一两个游戏的空间可以用来周转，玩黄龙道呢。如果嫌存储不够，想要通过微软官方的 ETB 扩展卡扩容，这个卡的国行价格现在已经有了，ETB 1999，买水货的话是1500左右。那么2399的 Series S 加上1500是多少钱呢？刚好一个3899的 Xbox Series X， 多 430GB 的存储，多了那么多性能，还有蓝光光驱。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预算去买扩展存储，而且真的是在 X 和 S 之间考虑，或者你正在怀疑自己未来可能会买一个扩展存储的话，这种时候你都应该直接选择 Series X。 但如果你的预算是牢牢锁死在2500以内，那在这个价位 Series S 是完全没有敌手的，就算是 Switch OLED 也还要再加$50。虽然没有达到微软宣传的 1440p 游戏体验，但它还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1080p 游戏盒子，小巧又貌美的外观放在家里的任何地方都会非常漂亮。虽说主机是像家电一样放在家里不动的，但我自己的实际体验是，目前我还是经常需要背着 PS5 往返或者外界，为此我还不得不买了一个笨重的 PS5 背包。而 Series S 就可以非常轻松地放入一般的双肩包里，非常轻巧。如果你刚刚接触主机游戏，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花上4000块买上一台游戏机，游戏时间呢又比较少，那买一个 Series S 配合 XGP 是非常合理的。再比如说这是你继 PS5 之后的第二台附属主机，或者你需要一个偶尔玩玩 XGP 游戏的便携机器方便通勤，这些场景 Series S 都是可以完美胜任的。配合 XGP， 它绝对是你在这个价位能够买到的性价比最高的游戏体验了。最后点赞订阅打开通知，谢谢大家。